玉灵仙子黎苏苏和逍遥宗弟子苍九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日方长。好。九民啊，善或恶并不在乎是仙还是魔，而在于你心。多谢师父。九民，护山法阵已经完成，护心林又与你颇有渊源，就交于你保管吧。九民啊，有件事情我要问问你。邪骨是不是在苏苏那里？降魔峰那一处旁人看不出来，难道老瘸还看不出来自己女儿的那点小九九吗？只不过他也不愿说穿罢了。如果邪骨无法取出的话，那么苏苏恐怕这一生都要留在天池了。而你是不是愿意永远陪伴着他留在这里？师父，邪骨本就在我身上，是苏苏带我受过，即便是此生都要留在衡阳宗，我亦不觉有憾。从今往后，我愿与苏苏一同看护邪骨。好好啊，既然你也有此意，就安心留在衡阳宗吧。我这好不容易收了个好徒弟，就这么便宜了你个老东西，稀里糊涂就变成了你们衡阳宗的上门女婿，这回我可亏大了。苏苏师姐，我们就是想问，我那个时候活下来了吗？好像没有啊。啊，这……哎，师姐，师姐，那我活下来了吗？嗯，你好像是出门寻护，被妖怪吃掉了。啊，被妖怪吃了？谢谢师姐。哎，那我呢？哎，他来了，别忘了，走走走。师姐再见，师姐再见，师姐再见。快走，快走。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没什么要紧的，闲聊而已。在聊魔神。嗯，他们怕的是魔神，不是你。我知道，不过只有真正除掉魔神，才可以让他们觉得安心。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真正和你好好的走下去。嗯，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放宽心，玉灵仙子黎苏苏和逍遥宗弟子苍九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日方长。好，走吧，陪我去天池边散散心。好。